迎来节目现场，我是阿关，这不是新闻，这是你我的口袋。明仔就重要，为什么就重要？那边美股票，明仔在光阴杯啊，所以到底要不要爆股过元旦呢？特别是在今天，我们注意到前一波抢抢棍的航运股，在今天已经爆量不涨了，短线行情结束了吗？而电子股、地缘族群要再起风云了吗？在今天我们看到华邦电带量往上攻坚，所以在今天大涨215点，百花齐放，但主流有没有换人做呢？好，来介绍来节目现场的来宾，邀请到财经系助理教授朱月忠老师，大家好；资深分析师王兆力，阿官好，大家好；财经专家赖先生宪哥，阿官好，大家好；万宝投资总监蔡明章，大家好；邀请到资深分析师谢宗林，尊敬好，大家好；学霸分析师丁彦君，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。他为什么说你是学霸分析师啊？可能因为我读台大吧。啊、哦，而且不过最厉害的是，据说你是用50万滚出2000万呢、啊？对，50万滚出2000万呢、啊？这个 mega 是什么？等会也港股爱好大家知影一下哈。好，我们赶快来看，在今天行情大涨了215点，收在14687点，续创新高，逼近14700。外资狂买267亿，三大法人总计买超了317亿，所以在电金传产合集的情况之下，台股的封关行情提前引爆。那明天卖还是不卖呢？我们刚来问一下蔡总，这个行情怎么办？我觉得今天外资会大买260几亿，应该是摩台结算了，因为在期货空单回补，现货就全力的拉抬，所以明天封关的话呢，预计呢还是冲高，但是我认为会激烈的震荡。那冲高我们要不要卖呢？那我们先来投票好了哈。明天封关如果有漂亮的封关行情，卖还是不卖呢？认为要卖给他，不卖给圈，到底要不要爆股过元旦？好，我们来看到，我们的学霸分析师举圈哈，宗林认为要抱着，但是两位老神各讲爱卖了哈，赵丽认为要卖，老师认为可以抱着，哇，那这是3-3啊，严重分歧啊！宪哥为什么认为要卖？难得的好机会，因为创新高哦，这未来的三天不晓得会发生什么事情。啊，你就没胆呢？创新高你想哪会卖？我跟你讲啦，落袋为安啦，因为这个盘吼，唔知要发生什么代志，都无人知道。所以蔡总嘛，赶快欢乐吗？对啊，要减码一下哈，我们看一下哈，人人是股神，我们讲过了，29号昨天，当冲的130,000户啦，好，占我们的这个成交值的比重哦。36%，只逼40%，好，这个不稀奇，散户疯狂嘛，啊，将近有40%弄跌了，冲来冲去啊，冲来冲去，好，这个不稀奇的。我告诉你，现在连上市柜公司都跳出来，上市柜公司今年处分股票超过1亿的，就拖拉股啦，哦，这些公司哦，我告诉你，为什么？哎呦，股票比本业好赚。好，你看这个中环，所以人人是股神啊。中环哈，这里有两家公司啊，中环跟富旺，富旺做那个房地产。你看他进出的股票，哇，一起是投信跳，啊，那鬼刚刚进出。鬼刚的总股票。你看嘛，他那个标的物多可怕。好，但是上市公司应该经营本业啊，鬼刚刚做股票。对对，我觉得是这样的哈。那这代表这个行情？不是啦，热归热啦，但是连上市公司的头家规工吼，会使买你看股票吼，关心股票的时候，太热的时候呢，假如观众手上的股票哇大涨，其实应该酌量的减码。好，这是为什么蔡总给了一个叉。好，但是我们要来问给圈的宗林呢？基本上我的看法是，这是外资收价的期现货回补盘呢，因为如果说你看今天的这個，谢宗林是谢大胆哈。没有，我是外号是谢大胆。今天吗？对，我看是安内啦，因为像掉嘞，别惊了，因为像摩台结算，今天不太像是摩台结算，因为摩台结算好像我记得在10月底的时候，它就整个结掉了。你现在是在打脸蔡总？没有没有打脸蔡总，就是10月底的时候，刚刚说是摩台结算的嘛。10月底的 get 掉啊！而且如果以摩台结算来讲的话，它应该是拉最后半小时，但是今天是从9点多开始一直拉，那一直拉的话，你看盘后的那个数字来看哦，其实。15大全指股全部都在涨，也就是今天只要是全指的都在涨。那全指都在涨的话，还有弄 K 短跌，而且你看下面那个期货，在昨天为止，外资的期货部分它的避险单还有9000多口、喔，今天一下蚂蚁字谁看得到啊？你到最起，不要让框下了，加了，昨天还有9000多，
昨天还有9000多、啊。你要看这个负65.37。对，昨天还有9000多，但是今天是要看这里的，它马上回补掉1/3。好，所以来导播要看这里啊，看小手的位置了。加了三。所以今天回补了3053。对，它回补掉了三。昨天的跟着小手就对了哈，镜头来。所以让昨天的负9000多，现在剩下负6537。对，也就是它回补的1/3，也就是你期现货它同步回补。那其实这做一个解释啊，就是一棒大邓来啊嘛。所以呢，跟他第一天啊，你还知道不？啊，你无烦恼讲元旦这三天放假，发生什么事情？不会，跟他第一天啊，他回来满手现金，他之前是不是放了9000多口，放一堆避险单，然后股票没什么买嘛？啊，股票没什么买的话，现在一回来，你看他现在买什么？都买在大型的啊。所以大型的话，如果说今天只是第一天回补的话，后面我的看法是后面还有啦。而且娟姐，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，我们之前来的时候都说政策有在压盘，对不对？在压盘嘛，就是我只要一涨我就放什么。黄天木就说：“哎，小心啊！”啊，对，我都讲啊，小心啊！我的什么啊啊，劳退必要，我又查哪个投信的？你有干巴这几天做安静的不？那我安静。都无声，都没有声音了。今天那个有乃文的简讯还曝光了呢。那个还有 A5757 哎。对哦，但是那个投信已经没有是，就是投信的部分已经没有再出声音了。也就是像之前三家投信，现在投信无声啊。啊，无声之后，今天台积电有代志变怎？哎，应该是，我看法是应该是没啦，因为外资第一天报嘛。第二个，今天台积电是平新高的，那台积电平新高，对，台积电平新高。你看台积电这要躺多久？哎，尾盘这样拉是？对，尾盘这样拉。其实那不是外资想法多，现在手骨只操的到安那个又。对哦，伊在预告怎啊代志？你看台积电进前多少久，拢无叮当对不？到底遐？啊，到底遐？啊，进前咱在台积电今天涨之前在抢什么？传产原物料嘛。那创业原物料在上面现在是不是大幅震荡？比如说像昨天有什么涨停打到平盘了，再拉上去，那么后来上去，震荡非常大。那震荡非常大的话，其实我的看法了，他在告诉你一件事情：之前在涨的大涨的这个地方，它现在开始进入震荡，不见得会拉回，可能在天上那么后来上去。但是呢，之前在那边整理的这个地方，台电像这一种 long key 耶，这个地方可能要涨，因为你下个礼拜回来是什么？你下个礼拜回来基本上都公布营收了嘛？你现在谁有办法交出12月营收不错的？台积电大联盟这一挂的啊，所以我的看法是，外资的部分今天第一天回补而已，后面主攻部队转换了，对，主攻部队转换，因为真的外资回来了嘛，好，主攻部队转换了，那这一波强劲的传产要休息了吗？我们来看一下航运股，特别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长荣，2603的长荣在今天已经没有展现那么凌厉的气势喽，在今天是跌喽，特别是量非常大，还是有37万张的量，所以航运股。短线行情结束了吗？我们来投票，认为行情会持续的给个圈，认为行情短线结束给个叉。所以这边有3票认为航运的行情结束了，宪哥反而是乐观的。哎呦，宪哥你是万叉从中一点圈啊。对，因为我太太说人多的地方不要去。所以你认为航运还会再涨吗？对，因为大家一定会。在不涨了呢，一定会等到那个就刚刚讲的元月10号之前的公布12月份的业绩。哎，啊，今天你长荣嘞，今天是在洗盘嘛？哎，今天我讲那涨那个盘，下盘中走上，那涨那个盘，今天长荣交工现在讲到跌停了。那假设讲，所以你主攻已经跟他落0.39%，已经进高了，对吧？招未起啦，第一招未起啦，第二吼，干嘛讲最后温存吼，上好赚、上好吃、上香的迄嘴也要得吃啦。啊，所以。熊胖一嘴还没加掉了，对吧？对对对。好，所以我们看到长荣在连续狂飙之后，在今天仍然是量大，但是已经不涨了。宪哥是看多的哈，来赵丽。我是觉得，因为它爆大量啊，昨天真的爆大量了哈。那我觉得是、啊、量也不小了，也不小啊。我觉得整理啦，我觉得也不会大跌。为什么你知道吗？因为它券资比还高达30%。日 K。它的对它的券资比你去看哦，嗯，哎，它的券资比高达30%。那你说融券的部分，我觉得它不会马上补啦。所以他有买盘，他往下只要一跌就有买盘撑住，可是他要往上涨不容易啊。那你干嘛给差呢？啊，因为我觉得是整理啊，哦、没有说会大跌，也没有，就是不会大涨，也不会大跌啊。好，那个股你怎么看呢，赵丽？来，安吉玛行空面板，因为面板很热，对不对？嗯。可大家有没有发现，面板的股票像友达啦、群创等等，今天就稍微回档了。可是你像中光电，你像正达。因为它有特别的哦，保护玻璃等等这一些啦。那中光电，我跟大家报告，其实大家要留意中光电，为什么？因为它等一下还有两大题材，啊、哦，两大题材的部分哦，就是说你现在面板不管了，其实我觉得友达群创也跌不了多少钱啊。可是我觉得真的会飙的，要找三重题材的股票。好，那我们看下一页的部分哦，
那三重题材的部分来讲的话，我们看一下中光电哦。那另外一个最近很夯的就是在光达的部分，因为 Apple Car 的一个部分哦。那光达的部分就是自驾车之眼啊，因为未来自驾车的部分一定会装非常多的光达，因为要感测外面的事物等等哦。所以你可以看到最近很夯的一档股票就是4976的嘉麟。嘉麟这档股票，你看它最近的股价，其实它之前已经涨很多了。你到底要报中光电还是嘉麟？中光电。中光电，我现在是说嘉麟，因为光达的部分让二线的光学的镜头提升，那所以嘉麟是在铺梗，对不对？对，铺梗。那你赶快讲中光电好不好？那我再讲一档，讲一档，3504的阳明光，因为中光电投资哦，3504，你看一下它的一个3504的。这个也是铺梗是吧？对，这个是中国，因为你要让投资人搞清楚，对，三个母上三个到底是被 QR 杯中光电还是被阳明光的？因为中光电有转投资阳明光，你看它的线型哦，慢慢的起来。那它其实说真的，他们今年上半年已经开始出那个光达，光达就是光学镜头啦，光学雷射镜头等等这些哦，所以整个二线因为光能的带动，所以二线镜头厂的价值提升，所以你说。当阳明光也涨了之后，那其实当然中光电的部分，除了面板，除了光达，还有无人机。其实大家今天有没有看报纸？也有无人机的消息。其实台湾哦，无人机最厉害的就是中光电。来，我跟大家报告，因为中光电智能机器人，这是他转投资的一家公司，他做 3D 光达的部分，全自动的导航系统，这个已经很厉害了。还有一个更厉害的，跟他微软要跟他合作，不是他跟微软合作，是微软跟他合作。供无人机的结合云的服务，其实现在很多无人机哦，现在的无人机要商业化等等，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，未来到大概2025年哦，无人机的市场一年哦，年复合成长大概快60%。那其实台湾的部分哦，大概就是中光电而已啦，哦，大概是无人机，当然还有另外一档啊，哈，就是雷虎。等一下我来跟大家报告，前三季的 EPS 2.63，其实第一季它今年第一季不到0.1元哦，很低，因为疫情的关系哦。那今年预估哦，大概是3.5以上。明年因为不像今年第一季这样那么惨，所以明年大概有4.5以上，好，4.5附近。所以等一下我们看股价，每股净值你看50块呢？你怎么已经收盘话这40.95？等一下我们再来讲哦。另外的公司派就是这样，他之前已经减资两次了，一次20%，一次25%。其实我都常讲过了，公司派为现金整减资哦，一定是公司派偏多，对未来股价偏多好。那我们来比较一下。你看一下哦，嘉麟的部分，好，它是光达的部分，前三季的 EPS -0.58，每股净值13.4，最近涨幅35.4，股价71.5。你看一下雷虎，这个是做无人机的，前三季零，每股净值5块啊，最近十天涨22.5，对，股价你看这个都离净值很非常高啊。那你看一下中光电，中光电是面板加无人机，再加上光达，你看你先看一下。前三期的 EPS 2.63，每股净值50.09，最近的涨幅十天算少的，股价现在40.95。那假如说以这样来看，你看比较落后，真的股价净值比很弱。那你看这个日线哦，感觉好像有比较多一点点，其实没有，好像已经狂飙。你看一下周线，好，我们看一下周线，因为看日线大家会怕啦。其实我看你也惊，哎，小块也惊，你看一下周线呢，咱看一下周线呢。看周线看袂来，对啊，缩小周线你绝对袂惊，周线你看这个是从。周现在才刚刚拉出红棒，这个是之前的高点，相对在一两年前的高点在这边大概60啦，啊，起码40。你看周线今天没惊，已经历久啊。赵丽，刚刚我们问要不要爆股过元旦，你是给券还是给差？我给差。那，啊，你现在爆股票的意思是？不是，我跟你讲，要假如你持股满档，当然要减码啦。哦。外溢属翔哎啦，我当时要问吼，我有我的想法，你知道？你要不满档，啊，今晚利益属是讲，今天中光电也当冒。这哎呀，这低股价净值比低。那你建议要卖什么呢？我觉得，比如说像涨很多的长荣这种，这种你认为要卖这种涨多的，比黑哥被 key 哦 ，key 短时间 key 被贼啦，底料一边加空硬加啦，法人今天得来，外资今天要硬加起，你们可以做难的，看难呐，你讲呗。所以卖掉这些短期的标股，对，去买基期低的，对，没错。好了，中麟呢？中麟的个股怎么看？基本上我的看法是，这个地方要爆股，那爆的应该是你是给圈的嘛？对，给圈，要爆的是电子这边，传产涨多的就有赚，就给他了。电子这边之前在休息的，我认为是可以留的。比如说像真的不知道买什么，台积电，外资今天买了15000多张，外资回补期现货回补的第一个首选台积电。啊，当然我知道大家嫌伊啊做大烫的，不是台积电免你报，我知影。啊，真的吗？人来讲，免你报，我自己就会晓。有报无买，夹拢唔知是同款，你知无？
Apple，iPad， 对哦，你讲说我知道他是没有错，他等于就等于不知道嘛，所以像这个我认为是 OK 的。那、啊、第二个，如果说你觉得他很大只的话，比较小只的，然后下个礼拜公布营收，有机会会成长的，也供应链哦，五四三君豪，君豪，对，这马其他的老朋友，明年基本上是有机会赚。马其他的老朋友，那跟你讲十三，咱讲过两个还是？咱当时讲，咱当时讲，规单我有来，让我加加姐也都有提到，然后现在在这边。但是我要跟大家提的是，你看它的走势，你有没有发觉一件事情？一家台电的走势足行哎，淡薄赶快，对，淡薄赶快赶快过来。所以这一波台积电压回的时候，对，一马 OK 吧？啊，创高，一马创高，啊，台积电整理，它跟着整理，哎，啊，今马台积电是不是压力盖快打开了？压力盖快打开的话，它也有机会打开哦，因为你看这边，但是人家台积电今天是红 K， 它是黑 K 啊，哎，它有创新高 ，K 线。高点过高，低点不破低，而且呢，收盘价如果是以昨天来讲是创收盘新高，收盘价创新高，一般来说就准备要过这高点了。然后我们看它的营收，我们刚刚是不是讲说下礼拜公布营收有机会往上走，对不对？你看也营收，从一月份的一开头到二开头到三开头到上个月四开头，四开头啊，也就是这个地方，因为它是设备股，是慢慢的怎么样进入入账高峰，所以如果说以这部分来看的话，十二月有机会是往上走。那我们请蔡总帮我们来拆解外资今天的买卖超，因为外资今天买很多哈。我们刚刚谈到外资在今天买了200多亿呀、啊。哦，但是今天他买的重心呢、啊、改变了，买大买金融，这是买超的前十名。我们看一下金融股，星光金、开发金、中信金、国泰金、兆丰金、永丰金、永丰金啊，六支啦。所以金融股买六支啊，十支里头买六支。为什么哈？我觉得他在压哈金融股的补涨。我也告诉大家哈。今年到今天为止，哈，大盘起22%，嘿，电子起35%，所以它压它补涨。金融股较可怜的，落6%啦，还跌。我们就举一档股票的例子，哈，那个国泰金，这里面有国泰2882国泰金啊，国泰金今年股价只有差不多涨4%而已，但是业绩很好啊。然后呢，像2881的那个富邦金哦，前十一个月还大赚800亿啊 ，EPS 7.5啦，这个当然是国内金控史上哈、哦。蔡总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？哎，这金融够不够触鼻啊？对投资而言，做金融股啊，都每天每当就无聊啊，啊，没有刺激感呐、啊，又不会狂飙。这个是2020年哈、哦，2020年的写照，但是通常哈、哦。会在隔年某个时段金融股的补涨，我觉得外资今天这个大胆的动作哈，应该会对啦。但是呢，不能说2021年哈又是这个回来金融股的主轴，那不会没触鼻，但是它会某个时段补涨。好，但今天它大卖什么？大卖面板。大卖面板呢？群创卖了这个60,000张哦，友达还有彩晶各20,000张，光这三个面板哈加起来就卖了10万张喽。那因为今天传出三星要继续生产传统的 LCD 啦，哇，都恭喜我。他本来说要退场了。对啊，那这个面板的话，明年的涨价就变数了哈。我先不讲啊，答案我们仔细看一下京东方的股价，大陆也是全球第一大的面板厂。照道理，这个消息出来，京东方应该是比我们的面板双虎啊更怕嘛，对不对？但是京东方不怕啊。今天大涨6.6%，直接看 K 线。还创下今年的最高价。那人家京东方都不怕，我们怕什么呢？因为外资爆太多，今天他要换股，杀面只能杀电子的面板，他不会去杀晶圆双雄，啊、哦，他杀面板，然后呢转进了这个金融移动。那我们的面板厂外资去调节去换股，所以我们到底要怕还是不要怕？应该是没有影响，因为现在三星的传统 LCD 本来4条生产线。现在只剩1条，那我们散户要跟着卖吗？还是不用？我觉得明天的话呢，可能还是会有一个整理、哦嗯、但是不需要，因为过了几天以后，大家发现表错情，因为今天大家杀了股票、哦，但是没有去看大陆啊，哈、哦，这个京东方或者 TCL 股价都大涨，所以这个没有影响。可是卖的是外资，外资应该会去看京东方吧？外资怎么可能会漏看？外资西雄把龙欧北住。伊纳波欧贝州今年不会卖超6000亿，所以他今年只是为了换股，对，可能是今年呢涨22%，我再次强调，今年涨22%，他卖6000亿啊，光这个数字就告诉我们，外资是欧贝州了。
好，所以不要管它了哈。所以面板以蔡总的意见是不用卖，但我还是回来看外资买卖超这一张 CG。好，我们来看他买超的第一名是华邦电，所以我们要对华邦电投一下票哈。到底低润族群是不是又要再起风云呢？虽然蔡总供应欧贝索，但是他是拿真金白银下去买哈，在今天买了33,584张。我们请副控敲一下华邦电的股价，在今天确实表现非常强劲，好，盘中疯狂急拉，在今天大涨了超过5%。所以我们来投一下票，到底华邦电还会不会再涨呢？有没有机会带动整个低润族群呢？认为还会再涨的，请给圈；不会的，请给叉。好，我们请举牌。我们看到赵丽给了一个叉啊，朱老师是给圈的。这边有三个圈，哎，先给你看看东西。因为明天最后一天，华新集团会做到差不多1点左右，所以明天还会涨，但是一定要卖。哦，明天还是会涨，你认为它会做到一点，所以要卖在12:50，也该不会。所以认为应该要卖，但是我们这边有三票都认为还会再涨，因为我觉得从几圈子你给差，啊，不是也10块起到30块啊，我觉得很像这样，很像这样啊，就 combo， 你看一下 K 线就知道了，你把对，你看从大概10块钱涨到现在。再缩小，从10块钱涨到30万，真的涨很多啦。这种股本真的很大，我觉得现在的你卖它的理由就是它涨多了。对，對 我要是我会觉得，所以你买干嘛？外资欧贝走了对啦。外资没当安控啦，没改安控，那么不一定比他厉害。他今天买了3万多，我觉得你買第一名诶，华邦电。对，我觉得会，我要是我会卖华邦电买旺宏啦，应该这样说啦。你会？基底是不错啦，卖华邦电买旺宏，对，所以你认为华邦电该卖，但是我们这边有三票认为还会再涨，所以来问一下学霸分析师，那你的选股方向怎么看呢？内需概念股是我非常看好，就是家电的和联硕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，这个是家电五雄，有东元、大同、森宝、三洋电跟和联硕。和联硕呢，它的营收呢是在这家电五雄里面的排名是末段班，是比较少的。但是和联硕很特别哦，它的毛利率哦，在家电五雄里面竟然是最高的。好，因为呢，和联硕它销售的产品呢，就主攻冷气机跟电视机，所以呢，它就家电就集中在这两项产品，所以它可以大量采购去压低成本。主攻 hotel 跟 motel。对，是的，没错。好，那我介绍一下和联硕好了。为什么它可以有这么高的毛利率呢？因为它的产品呢，会有一些设计，会有一些创意。好像我们去汽车旅馆，可能大家玩得很嗨嘛，那可能又唱又跳，不小心会撞到电视，或是有时候晚上灯关起来很黑嘛，去上厕所不小心会撞到电视，所以怎么办呢？上厕所为什么会一直撞到电视呢？可能下床啊，走到这个厕所，那不小心会撞到电视，常常撞到，常常发生。我觉得上厕所应该撞到马桶比较可能吧。好了，没有，他会撞到电视啊。好，所以和联硕他怎么样呢？他就在电视机的外围加了这个防撞的边框，那还可以加上这个防盗的功能，因为有时候客人会去偷这个电视机嘛，好，那就是因为这样子呢，所以汽车旅馆哦，现在和联硕的偷电视机啊，是，那很难带出去吧？真的发生过，偷毛巾、偷茶杯比较容易，偷电视机要怎么搬出去啊？所以和联硕呢，现在在汽车旅馆的这个电视机的市占率已经超过50%了，是第一名，因为它收个短袜嘛，哈，对，那我们来看一下，现在汽车旅馆生意好吗？还不错，哦，真的哈。六期的地方了，没有没有都没有去。我们看一下家电啦，家电这个就是冷气机嘛，冷气机的外面就是这个塑胶壳嘛，塑胶壳我们知道说现在油价位于低档啊，所以这个成本很低嘛，加上这个新台币呢又很强势，所以呢这个和联硕这个成本啊就下降。那我们看到和联硕它的毛利率呢就是 一路的往上升，从这个2019年的第四季啊，那个时候毛利率呢只有34%，现在升到多少？哇，不得了，升到40.42%。对，所以这档个股是你看好的个股。是，好，这是彦均的选股方向。